现在小朋友们已经来到我们的蔬果星球了，那轮到我们的蔬果一家人来表演节目，欢迎大家。现在是我们的四岁小朋友的表演哦，这首歌叫做《健康素食做得到》。班的小朋友很棒哦，那他们一点都不怯场哦。相信大家一定做得到。那现在呢，我要请一个神秘的，也不是很神秘，我要请一个颜色有三个颜色的宝宝，相信大家在看章的时候都有看到有红色。现在我们有鼠来宝哦，我们的蔬果宝宝会给大家鼠来宝。现在的鼠来宝就是新十愿，刚才红色宝宝的鼠来宝是新十戒，现在呢是黄色宝宝的新十愿。好，那我们要请黄色宝宝新十愿做准备，一
小朋友都很棒哦，都可以朗朗上口。现在就轮到我们绿色宝宝的鼠来宝，叫做新石器。Thank you.